爆头的八爪鱼，可惜的现在不给我爆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官方？是不是你不让我爆头？哇，这个汤打到眼睛里面了，挺辣的还。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，爆炒真的很香哎，好吃。你看它这个腿，不爆头也没有双击呀，也没有关注，也没有红心，对吧？要不我爆一个吧，官方不给。期待这一锅，哎呀哈！看到这个壳了吗？很大。看到这个肉，哎，心就好凉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就是吃这点东西的，这个就是那个，爸爸，这就是那个，粉丝带子肉，就吃这一点，剩下的全部都不要，精华呀，什么意思？给个双击，给个赞，你知道吧？今天我来教你们做个多宝鱼。哎呀，操！多宝鱼，我靠！哎呀，老干妈，放多了。想不想吃？想吃记得来哟，你别那边，哎呦，不能放那么多。哎呦，怎么感觉有点像公鸡下蛋呢？别忘了点个双击啊！来了个好东西，哎呀，这个，哈，开看，有没有什么好东西？哎呀，呵，我靠，哇，这虾怎么还？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我靠，这个虾，哎，这虾它是什么意思啊？我靠，这个鱼也吓我操！差点嘎我手上，这个怎么？哎呀！好东西！这个虾它刚才蹦什么的呢？你说你蹦的啥？对吧？靠！你看，爆头的八爪鱼，可惜。不能爆头了！这官方不给爆了，他可恨了，真的是。真的，你说你官方为什么不给我爆头？我就想问你，给个双击。